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尔时世尊即时微笑，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善男子，如往外道尼前子所为其说法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譬如须弥山王，小山无能出者，如是世尊，于如来前我不能说。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：善男子，莫作是说，如来有多方便，一切勇，如往观十方一切世界，如来在何处住，于何处所，夫如来坐。一切勇，于尼前所，我亦当自说法。一切勇白佛言：世尊，成何神力，唯以自神力去，以佛神力去也。佛告一切勇：如以自神力去，还使以佛神力而来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即默不现。尔时世尊为尼前说法，生苦生恼，人生多怖，身有病苦，病有老苦，老有死苦，富有亡难、贼难、水难、火难、毒难，自作业难。十诸外道心怀恐怖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于今更不忍生。尔时世尊说此法时，十八千亿诸外道等得离尘垢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自生十八千亿，住于十地大菩提萨多，现菩提萨多种种神力，或作象形、马形、狮子、虎形、金翅鸟形，或作须弥山形，或作老形，或作猕猴，或作花台结跏趺坐。十千亿菩提萨多在其南面坐，九千亿菩提萨多在其北面，皆作如是神通变化。如来常在三昧，以方便力故为众生说法。尔时如来知一切勇菩提萨多自用神力去以七日，至花上世界，使一切勇菩提萨多以佛神力屈身必请来至佛所，告以又绕三匝，发清净心，合掌礼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以一神力至十方诸佛世界，见九十九千亿诸佛世界；第二神力见百千亿诸佛世界；至第七日到花上世界，亦至不动如来世界。世尊，我至彼国，见九十二千亿诸佛说法，又见八十亿千世界，八十亿千诸佛，即日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悉供养，复过而去。世尊，我即日至三十九亿百千佛国，见三十九亿百千菩提萨多出家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，我悉恭敬礼拜，又绕三匝，复过而去。世尊，又于六十亿世界见六十亿佛，我悉供养恭敬礼拜而去。世尊，我见百亿世界百亿如来入波涅盘，我亦供养恭敬礼拜复过而去。世尊，我见六十五亿世界诸佛圣法灭尽，我心焦恼而怀悲泣。
见天龙夜叉忧恼啼哭，如见入心。世尊，彼佛世界皆火所烧，大海须弥悉皆烧尽，无有遗余。我亦供养拂过而去，乃到花上世界。世尊，我到彼世界，见夫百千亿座。世尊，见彼南面夫百千亿座，东西北方及以上下各夫百千亿高座。世尊，彼一一座七宝成就，一一座上有一如来结迦夫座，为众说法。世尊，我即见已深悉有心，问彼世尊，此世界者名为何等？彼佛如来即告我言，此世界者名曰花上。世尊，我离彼佛问其佛言，如来世尊名号何等？彼佛答我，号莲花藏，于此世界常作佛事。我复问言，此世界中无量如来，何者是莲花藏如来之身？彼世尊曰，我当是汝莲花藏佛。尔时诸佛悉隐不现，唯见一佛，其余座上悉是菩萨。我时礼佛，时有一座从地涌出，我于此座结迦夫座。使我座椅有无量座忽然而出，空无人坐。我问彼佛，此座何故空无人坐？时佛世尊而告我言，善男子，不种善根众生不得在于此会之中。世尊，我时问彼如来言，世尊，作何善根得在此会？时佛告言，谛听善男子，得闻僧伽吒法门者，已是善根得在此会，何况书写读诵一切勇，汝闻僧伽吒法门故得在此会，无善根人则不能得见此佛国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彼佛言，世尊，得闻此法门者得何福德？尔时莲花藏如来即便微笑，世尊，我时作礼问彼佛言，佛何故笑？现稀有相。时莲花藏如来告一切勇，善男子，一切勇菩提萨多得大势力，譬如转轮圣王主四天下，于四天下种满胡麻。善男子，如彼胡麻其数多否？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世尊言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告一切勇，有人具彼胡麻以作一具。一切勇，有人能数知其数否？一切勇菩提萨多白彼世尊，不可数也，善事世尊。时莲花藏如来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，善男子，若胡麻等数，诸佛如来说闻经功德，不能令尽，何况书写读诵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书写得何等福？佛告一切勇，善男子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沙尘、树叶、草木，以如此等数转轮王，如是轮王宁可数否？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，世尊，不可数也，善事世尊。佛告一切勇，善男子，听此法者如是，一切诸转轮王所有福德不及此福，于此法门数一字者，功德胜彼一切轮王所有福德。如是善男子，此法门者摄于一切大乘正法，不得以轮王福德为喻。如是一切勇，此法门功德非譬喻说。如此法门能示法藏，灭诸烦恼，燃大法炬，降诸恶魔，
照明一切菩提萨多之色，说一切法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行半行者甚为稀有，何以故？世尊，如来行难得。佛告一切勇：如是善男子，半行难得。若行半行，若昼若夜，常见如来。若见如来，则见佛国；若见佛国，则见法藏。临命终时，其心不怖，不受胎生，不复忧恼，不为爱河之所漂没。尔时世尊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：善男子，如来出世难可值遇。一切勇言：如是世尊，如是善事，如来出世难得值遇。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此法难值，亦复如是。一切勇：若有得闻如是法门，今于尔者，八十劫中自是宿命，六十千劫作转轮王，八千劫中作天地士，二十五千劫作尽居天，三十八千劫作大梵天，九十九千劫不堕恶道，百千劫中不堕恶鬼，二十八千劫不堕畜生，十三亿百千劫不堕阿修罗中，刀剑不伤，二十五千劫不生愚痴中，七千劫中具足智慧，九千劫中身处端正，具足善色，如如来身，十五千劫不作女人，十六千劫身无病恼，三十五千劫常居天眼，十九千劫不生龙中，六千劫中无嗔恚心，七千劫中不生贫贱家，八十千劫主二天下，即最贫穷，受如是乐。十二千劫不生盲民，十三千劫不生龙中，十一千劫修行忍辱。临命终时，世行将灭，不起导响，不生嗔恚，见东方恒河沙等诸佛如来，面见南方二十亿佛，面见西方二十五恒河沙诸佛如来，面见北方八十恒河沙等诸佛如来，面见上方九十亿恒河沙诸佛世尊，面见下方百亿恒河沙等诸佛世尊。善男子，彼诸世尊安慰其人：善男子，汝莫恐怖，汝已听受僧伽吒法门。善男子，汝见如是恒河沙等百千亿佛世尊否？唯然已见。世尊告曰：此诸如来故来见汝。是善男子问言：我作何善，诸佛见我？诸佛告言：善男子，汝在人中曾闻僧伽吒法门，是故诸佛故来见汝。是善男子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曾少闻，得如是福，况复具足受持是经。彼佛告言：善男子，莫作是说，闻四句偈所有功德，我今说之。善男子，譬如十三恒河沙诸佛如来所有福德，闻此法门，福德甚彼。若有供养十三恒河沙诸佛如来，若有于此法门闻一四句偈，此福德甚彼，况具足闻。佛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胡麻，以此胡麻树转轮王，若有人布施如是转轮王，不如布施一须陀环。若施三千世界一切须陀环，所得福德不如施一斯陀含。若施三千世界诸斯陀含，不如施一阿那含。若施三千世界诸阿那含，不如布施一阿罗汉。
若是三千世界诸阿罗汉所得福德，不如布施一辟之佛；若是三千世界诸辟之佛所得福德，不如施一菩提萨多；若是三千大千世界菩提萨多，不如于一如来所起清净心；若于三千大千世界诸如来所生清净心，不如凡夫闻此法门功德甚彼，何况书写、读诵、受持，一切勇，况复有人以清净心意念此经，一切勇于意云何？唯有凡人能渡大海否？一切勇言，悟也世尊。佛告一切勇于意云何？唯有凡夫以手一错能结海否？一切勇言，悟也世尊。佛告一切勇，要小法者亦复如是，不能听受如是法门。一切勇若不曾见十八亿恒河沙诸佛如来，不能书写如是法门；若不曾见九十亿恒河沙诸如来者，不能闻此法门；若人曾见百千亿如来者，闻此法门不生诽谤。一切勇若有曾见百千亿恒河沙如来，闻此法门能生尽信，起如实想，不生诽谤。一切勇听若有书此法门一四句偈，比过九十五亿千世界如阿弥陀国，比人佛土亦复如是。一切勇比诸众生寿命八万四千劫。一切勇若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于此法门闻四句偈，诸众生摄使造五逆罪，教人随喜，若能听受一四句偈，所有罪业能令除灭。尔时世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，往昔有人破塔坏僧，动菩提萨多三昧，坏灭佛法，杀害父母，作以生悔。我师今世后世之乐，当于恶道一劫受苦，生大愁忧，受大苦恼。一切勇如是之人，一切世人所共悟见，作如是言。此人施于世间出世间法，此众生于无量劫犹如蛟树，不能复生。譬如画堂，不以浇筑而作庄严，此人亦耳。今世后世所生之处，人皆轻贱、打骂、毁辱，不施饮食，彼受饥渴、打骂、苦恼，自意念言：我造逆罪，破塔坏僧，作是思维：我向何处？谁能救我？作如是念：我当入山自灭其身，无人救我。尔时彼人而说偈言：我造不善业，犹如蛟木柱，今世不庄严，他世亦如是；世内不庄严，在外亦如是。恶因造恶业，因之入恶道，后世受苦痛，不知住何处。诸天悉闻我悲泣啼哭声，无有救护者，必入于地狱。自作不善业，自受苦痛受，我无归依处，必受苦痛受。杀父母坏塔，我作五逆业，我登高山顶，自坠令碎灭。是诸天告言：莫去愚痴人，莫作不善业，汝作多不善，作已经悔过，杀害自生命，必受地狱苦。寻疾堕于地，如被幽箭射，不以此精进，而得成佛道，不得菩萨道，不得声闻果，更起于精进。汝亦先圣山，往见大圣主，头面礼彼先，愿救苦众生。善作利益我，今步不安稳。先人闻告言：汝作暂时听，今步苦不安，当毁众恶业。
先人告言：我为施汝时，汝可食之。愁忧苦恼，饥渴恐怖，世间无归。我施汝时，汝当食之。然后我当为汝说法，令汝罪业悉得消灭。彼时弃矣，须臾早守，扰先人矣。前面胡贵，先人问言：汝说作恶业。答先人言：我杀母、杀父、破塔、乱菩提萨多三昧，坏灭佛法。尔时先人告彼言：汝作不善，造思恶业，自作教人诸不善业，汝当忏悔。尔时彼人心惊惶怖，悲泣而言：谁救护我？我作恶业，必受苦报。尔时彼人长跪合掌而作誓言：我作恶业，自作教人，莫使我得不善之报，勿使受苦。愿大仙人当见救济，我为仙人常作同仆，所作不善，愿令消灭。尔时仙人未遇彼人：汝莫惶怖，吾当救汝，令汝亲报。汝今现前听法，汝曾闻僧伽吒法门否？白仙人言：我未曾闻。仙人言：火烧之人，谁能为其说法？为大悲者，难能说耳。僧伽吒经卷一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长期茹素者该如何使营养均衡？一、重视植物性蛋白质的补充。黄豆制品是品质较优良且较经济的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，可多选用。二、多吃蔬菜水果，补充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维他命 C。 柑橘类的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可帮助铁的吸收。三、坚果类食品以及零食不该食用过量，以防热量过高及肥胖症。四、饮食需广泛摄取各类食品，以维持均衡。五、注意维生素 B12 及 D 的摄取，多外出晒太阳，并且多多食用不含草盐酸的深绿色蔬菜，例如包心菜、白花菜，以提高钙的摄取量。六、增加豆类、核果类及干果类的摄取，在饮食中可加入强化过的豆奶或活化酵母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接下来请收看早课